处座，潜伏游击队来电，他说华子良逃跑了。这个老东西。居然装疯卖傻，怎么骗了我们这么多年？共产党，喂，我是毛人凤，叫徐鹏飞。是毛局长，您稍等，处座电话。局座，是我，徐鹏飞。密采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根据批准的计划。计划？白马山防线已经崩溃，你还在谈什么计划？难道要等到共军打到重庆吗？啊？你听我说，首先是许云峰、江雪琴这批要犯，要快。是。立即执行。同意了。女一室3006，女二室3008，平四室4074、4033、6063，楼六室江雪琴5013，收拾东西出来。楼七室5008、5025、5037。干什么？转监狱干什么？你出去，人家换衣服。明霞，别这样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用微笑去迎接明天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直到胜利的那一天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也要坚持下去。江姐，我们不能没有你。同志们，我们不能让敌人看着我们流眼泪。我们是为信仰而坐牢，为信仰而牺牲，我们永远不后悔。同志们，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能活着出去，请告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是为了新中国
为了真理，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牺牲的。本想给云儿和小卓雅织顶帽子，看来来不及了。宁霞，你替我完成了。小卓雅，别哭。江小琴，别啰嗦了，快出来吧。捡起来。